幻泡影啊，都是虚幻，听了无数次也没有梦幻泡影，对对，没错，也没有相信。突然间听您讲之后那么简单，你也没有说特严肃，就突然间就明白。回去之后就觉得哇，就那两天就很乐啊，就乐了，就原来那么简单，干嘛那么整天吃饱撑的把自己想那么苦，就乐了，乐了之后很多事情就觉得。那时候，那后来还是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比如说家里另一半那种争吵啊，就觉得没有那么严重，觉得你干嘛把他想的那么严肃？对呀、啊，是、啊。好，吵架就吵呗，怎么就？对、啊，就是为一件事情诠释了太多的含义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把它想象到是我们的，哎呀，幸福啊，爱情啊，婚姻啊，哎呀，把全宇宙女人的不幸都夹在这一件事情里面。那个酸甜苦辣自己都往下扎，然后就使劲的好像把全中国女人的不幸都在里边了。哎，对，然后呢？都联想起来，身上全部男人的坏都怼在一个人身上，然后让自己苦啊苦啊。说男人就这样，就全总结到一个人。然后想还超多，还把自己绕了累个半死，99都是幻象。是真正实际上的时候都已经没有当下的事情很简单，是当下的事情没看清楚，只是活在那一堆的妄心里面。不是，大家都是越聪明的女孩子越是这样。对，就聪明，自己把自己聪明绕进去了。对，好像什么都知道。你知道的那些，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清理、清空的话，那些东西就是负担。你懂得的东西就是负担，你越聪明，懂得越多嘛。那你马上都要归零的，喝茶就是喝茶，而且很多事情很简单。其实佛学里边很就像《金刚经》说，没有过去心，没有未来心，就当下喝茶。如果你没有过去未来的时候，当下的事情都很简单，没有你处理不了的，因为你那么聪明，怎么会处理不了那些问题呢？最主要是把过去未来夹在一起，你已经烦了，你怎么处理？所以越处理越糟糕，越处理越糟糕。就而且你的生活已经活在幻想了，只要你有过去未来，你就活在一个云里雾里幻想里，就已经不面对现实了，两脚踩撑起来了，不脚踏实地了，那种生活就很累，就很累嘛。你累，大家跟着越亲的人越累，跟你越亲的人越累，是吧？大家都累嘛，就这样。你脚不踩地嘛，他想救下来嘛。然后别人说了还觉得别人有毛病，是你怎么你感觉不到自己的问题，因为你当下没错啊，你没犯错嘛，但是你是活在梦想里了已经。然后那个就是您上次讲那个知见很重要，就是说之前总是有问题要疗愈去解决，其实问题和疗愈都是自己去弄出来的。如果当下觉得那个问题不是个问题或者是幻象的话，那走出来就相对容易，但是也会就像刚才那个师姐说的，业力的力量还是很大嘛，是的，走还是会回来。但是就是个认知嘛，业力它影响你的就是你的一个思维角度，它业力迫使你就这样认为问题的。但是你开始回去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不管这个问题你认为多真实，它确实是很难受让你，但是呢你在认知上你要认为那只是你一个人的角度，不代表真理。就是它的虚幻来自于只是你一个角度，它不是说这个东西就在你面前真的虚幻，是它来自于你的角度，其他人都不那样认为，所以你那个角度就不是真理，你自己较真在里边了。所以你能突破的就是你要改变你这个角度。但是你开始是被牵引嘛，但是你一旦你这样子，这就叫正知见嘛，正的就是说你看到的不一定对。因为你看到的是那样，但是那只是因为你的思维角度，就像你的神经系统那个电线已经连接成这个线路了，然后出来那个对住了那个就是这样的。那么你既然你看到的不一定对，你为什么抱怨呢？是不是你就没有人家就不一定能伤害到你嘛？你的抱怨啊，你的什么，你只是你的角度出问题了。那么先就停下来，那当然开始你是解脱不说，一下子变成快乐是变不成，说把它关困也关不成，你只是停下来不要动了。有时候可以适当的逃避或者逃离一下，或者是逃离那个环境，或者是逃不了你就去停下来静下来啊自己。慢慢这样一次两次三次有两三次，然后你真的就转换了角度了。如果你没有这一两三次的改变的话，你永远转换不了你的思维角度。永远一看这个东西你就烦，永远一看到的东西你就烦。但是一旦你转到这个角度，你就看见它不烦了。
永远有时候我们看见很亲的人，他说两句啊什么，你就觉得特烦。但是人家别人反而能承受，自己的亲人承受不了。嗯，比如有的丈夫或者妻子，或者是父母，或者是有时候唠叨，或者他自己的亲人有时候承受不了，但是他是跟别人说话，人家都能承受。如果是街上一个孤寡老人跟你说话，不管他说啥，你可能都很有爱心的听，但你妈就不行，对对对，怎么这样子了？对对对，因为其实你也你细细想，你也没有要求他什么，是吗？那么大年龄了，你要求他，但是他一说话就不行。但是如果他换成其他的人，其他一个街上的老太太那么爱你，他说啥你也认了，因为他那么爱你，是吗？对你那么好。他那命都舍得给你，他就算是吐你口痰在脸上，你也认了，说哎呀，就老太太就见我糊涂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会你妈就不行了？是吧？你要求，其实还是潜意识要求他，你觉得他应该怎么样，应该怎么样？还有他给你丢脸了，或者是他出来那样子，你影响你了，因为他跟你觉得是一起的，哎，他对你有影响，或者是你对他。你跟他的关系导致就是你对他有牵挂，他的话语就能影响到你，就是别人就影响不到你，因为别人再怎么样跟你没关系，你觉得你妈就跟你有关系，有啥关系呢？你妈现在跟你是吧？你坐在这儿，你妈还在家里，就没关系嘛。其实有时候为啥很多修习最后把父母啊孩子放在了众生的平等，就是跟众生平等了。他就能承受了，因为妈妈跟这个老人是一样的，就是也是一个孤独的老年人，就像跟街上那个老人是一样，他的爱平等，对，跟众生平等的时候，他就能承受了，反而能承受，能帮到自己的亲人了。对，你承受不了就帮不到。嗯，就完全是一个角度的问题。是，完全是一个角度，你只要一转换角度，很多东西就迎刃而解了，就不是问题了。你不转换，你就被陷在里边。嗯。道理是明白，但是那个做我可能还要再增加一些哈，那个做的那个定力啊，很容易还是跟着那个。对，第一是定力，第二是抽离，让自己抽离这个就是环境。比如说，有时候，比如说，你跟丈夫两个夫妻俩觉得你觉得很烦，两个摩擦一直吵。假如说你抽离出来，有时候真的需要的，你需要抽离出来。假如说把你跟你丈夫在这个。故事放在就像看电影一样，你把它演在电影上。嗯，你去想想，如果是你是那个女主角，她是那个男主角，你们十年二十年这样走过来，从你们结婚走到今天，整个过程中到底谁对谁错，到底是哪个人做得更好？你就像看一场电影，你会为哪个人流泪呀？他们的恩恩怨怨，你是最后渴望他们能走向什么结果呢？如果你是个观众，你内心会怎样渴望？怎样渴望他们的故事发展到什么情节，你会觉得是正常的？而应该他们每个人应该是没有遗憾跟内疚的。你会作为一个观众，你坐在那儿评判，你会看得很清楚，你会觉得应该是那样，应该是那样的，应该那样，剧情应该那样发展更好一点。如果那样发展就不太，如果你能抽离出来，这样子看你的爱情故事，看你的一生的话。你就会做得很轻松，就是他这是一种抽离，就是这是其实这个都不需要很深的历练的，你只要平时能静下来，你能就像你不活在幻想这种过去未来的漂移，你只要不漂移，定在这一块，慢慢的训练这种抽离到第三者的位置，看你跟丈夫，都可以，这都是一种训练方法，就把你们的故事放成一个电影，你会怎么评价他？评价你自己，评价你丈夫呢？你是不是会觉得这个女的也不咋地呢？是吧？然后说这个女主角不咋地，那个男主角其实还不错。也许你会这样评价的。昨天我看，但是到生活里你就上去你就不行，你就觉得，你就会扮演一个更差的女主角，知道吗？对对对。下次讨论呢，把自己跟老公也再编进去，把老妈老公全编进去。如果很清醒的能抽离出来，你不用想，你就旁观，然后就从你一，而且你一定要想的远一点才能演出来，你写近的也不错。从你一开始，这个女主角、男主角、这个配角在那演，一路走下来，走到今天，谁对谁错，谁做的更好，你评判一下。那样的你连他们不知道你做的谁，你全评判在里面，你看哪个做的更好。你会发现，也许我们自己也有问题的。之前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，就是没法跳出来。后来您那天一讲，哎，都是
哎，都是假，都是幻象。突然间那天晚上就突然间就明白了，主要是你活得太遥远了，在星球漫游呢，没回来。你一定要回来，面对当下，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。你怎么有过去未来没有问题了？过去过去了，未来还没来嘛？当下才有问题。解决当下的优越是安住在这儿。面对。一直在跑，思维一直在跑，不停的跑，不停的，都快把自己给累死。那些信息牵引嘛，有很多信息嘛。其实我们除了做，在平时的时候，我也会觉知，但是觉知之后呢，就很容易又钻到那个觉受里面，又被那个觉受。如果是这样，因为你刚开始出来，你的定力不够嘛，头脑其实虽然说你不活在那就是很远的这个过去未来，但是当下你的认知啊还在转，你当下马上你认知了，其实本能的你就这样就了，这个是白的，你马上就认知它是白的，那个已经就像转了牛角尖一样，你不会把它变成红的，你怎么看是白的，你而且这个白色一直在影响你。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说我们的杂念还很多，就头脑里面还很乱，这个时候就是多配合运动，哎，运动会导致自己会就阳性的力量要强一些，就是运动阳光，阳光在阳光下运动，哎，爬山就是哎，你不能老待一个人待在那空调房里边，在灯光下就那阳光下，哎，有多参加旅游运动，接触就工作活动，这个有助于，尤其运动健身。对，尤其女性的话，一旦出现这种状况，就你觉得哎，常年控制不住的时候，你就去运动，哪怕做一些健身体操啊，什么就是健身房去运动，增强运动量。就是对，东西都淤在里面了。对，是一定要阳性的东西不足了嘛，阳性不足了。就是我们在平时觉受的时候，看到了，就是只是看到，然后，就是反正尽量就保持不动哈，我就好像老做不到这个，经常。那你先在坐垫上闭着眼睛先练。先练，然后不行你就调呼吸，把意念放在呼吸上，专注在调呼吸上，或者就修个法门了，就是调呼吸啊，我就持着我全身心的就放在那个咒语上，或者念佛号全身心的放在佛号上。这都是小法门的，让你专注。我听你那个网站上那个冥想音乐那个效果也很好。哦，那你就听着音乐，不动嘛，意念守在这个脉轮上，一个一个往下守。一动嘛，守完这个，守起眉心啊，守喉咙啊，守这个，一个一个往下移动。还要一个一个往下移动。他不是七星脉轮里边跟你说导引你吗？说现在把意念安住在心轮上。是不是有这样的？对，他让你按住哪个你就按住哪个，因为那个音乐是配合那个脉轮配的。他说出头的顶龙、眉心龙、喉龙、心龙这样子。对，我就先跟着那个来，别